不行，这里不安全，还是换个地方尝。嗯，再不满就看不出来了，我太有才了。哼，幸亏我多看一眼，好好的吃个饭不行，非要给我玩捉迷藏，那我就好好陪你玩一下。啊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你吃来老板就闻到香味了，吃烧烤。吃了吃了，你错了，是我吃烤肉，你吃的是烤菜。你不会多放点肉吗？嗯，这啥都吃了，你吃点素的吧，胖成啥样了都。你把它，如果盛出来再放点进去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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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净玩些没用的，肉还是进姐嘴里了吧？还在装好人，看谁笑到最后。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视频中吃这个辣椒酱就这个啊，现在的话活动非常给力，19.9，到手的话是给大家发10盒，这每一盒是80克。平常的话都用它，我们用它卷的饼，用它卷夹个馒头啊，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。或者用它蘸个火锅，吃个素食，吃个肉食都非常搭配，吃到嘴里面就是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每一盒是80克，独立包装，非常方便的啊！喜欢吃辣椒的姐妹一定要去囤啊！要吃饱了，就让你吃吧。好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炸！大哥，懵了吧？有人？老花子是不是懵了？